千万别惹他们，白国人最爱记仇。节目上杜丽讲什么少侠很不好笑，我非常的生气。节目一录完，我就过去，然后开始按脚揍他。杜丽看到我，少侠，你知道我很爱你，我的拳头就软了，然后说，杜丽，我这一次不会打你，可是我会记得一辈子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